很开心哦。等到不知不觉就睡着了，你有休息吗？哦，还好我已经先拍好照片了。哦，又是愉快的一天啦。哦，太好了，今天卖的东西都好棒，都买了。托盘茶几，一番赏的最后赏了。嗨，阿盼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对对对，哦，出生之前就在听了吗？怎么了？能让观众休息的地方啊。哦哈。给我什么？给我什么？空气循环扇，很适合放在休息区。不行啊，K 来的时候都在广场啊，广场又不给人家放家具啊。我岛上的可以布置的东西，全部都是从岛上村民那边搜刮过来的。噔噔，无锅鱼的模型，我们来看它长什么样的。哦，哦。感觉是比较正常一点的大小，至少不是会让人非常失望的那种。采收，这是我的经济来源哦。想到这样子，我就觉得，哎，南瓜田是不是应该要做大一点呢？可以赚更多钱。但是呢，我想到漂流种了整个岛还是只有两颗星哦，就觉得种多了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实质效果，对于生星数来讲。那圣诞节过了之后呢，接下来的重要事情就是要准备跨年了。那距离跨年呢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，那这一个礼拜的时间呢，我就是打算来好好的 DIY 一下，看我能做多少东西，我就努力的把它做出来，然后布置在岛上，还有每天到商店去收购，让岛上呢能够热热闹闹的来迎接新年哦。所以接下来这几天呢，我会先默默的来进行这些作业。嗨，大家晚安，我是无界。等等，你们看看，现在开始在倒数了。今天是2020的最后一天啦，12月31号。但很可惜呢，我今天影片呢，可能没有办法玩到倒数哦，因为我的主账号呢，在这一天会有直播，会跟大家一起倒数。所以副账号这边呢，可能看不到倒数了，但是呢，我又很想看哦，所以可能等一下我会调时间提早看。那真正的倒数呢，我会用主账号开我的本岛来跟大家一起倒数。哎，你们在聊什么？快主动去道歉，怎么了？小桃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你们在吵什么？哦哈！发生什么事啊？我完全不知道什么事情，你就还要我选这个选项？我好像有点急事哦。对不起哦。结果火鸟反而很为难哦。好热，好适合在这个时候说好热。倒数之前呢，先来买个帽子吧。哦，拉炮，好哦。我要买帽子。新年帽子。当然是红色啊！
噔噔，哇，这样就有过年气氛。再来呢，我要带大家看一下，从圣诞节开始到要跨年的这七天里面，是六天还七天？我做了哪些事情呢？首先呢，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这边，噔噔，刺猬姐妹来我岛上开店了，超棒的！我把它布置的也很可爱，有没有？虽然旁边的绣球花还没开出来，整个都绿绿的。那我把它开在这里，刚好跟这个狸猫商店隔一个斜角，这样子呢就可以同时看到两间店，有没有？超赞的！然后开幕的这一天呢，刚好是下雨天，我才发现说呢，原来下雨的时候参加这个开幕典礼，他们会撑伞哦。而且呢，刚好卷儿跟马尔他们的伞呢、和他们的那个围裙的颜色是一样的，花纹是一样的。不过要拉炮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又把伞给收起来了，就给大家看一下当时拍的照片啦、另外呢，我也把岛上布置得很好看哦，像是这边是狸猫商店，你看我在这边还帮他准备熟食区。等下小唐你不要走啊，我才要拍照哎，真的是很坏啊。然后呢，那些跨年的食物啊，刚好就可以拿来当摆饰啊。这边也有一个路边摊，看起来像是在卖那个海产，有没有？无锅鱼的模型。再来呢，我在露营地旁边这里弄了一个洗衣服的专区哦，各种洗衣服、晒衣服、烫衣服的东西呢，都放在这里，给大家在河边洗衣服的。之后如果学到一个桃子金下香的话，就可以把桃太郎放在这里了。再来，这中间呢，我有遇到旅游，拿到这个狮身人面像，就把它装饰在博物馆这里啦。等拿到更多东西或者是雕塑之后呢，再来好好整理博物馆这一块。然后在广场的右边这边呢，我布置了一小区，给大家聚餐的地方。因为我想说跨年的时候大家都会聚集在这里嘛，如果旁边在布置这样的一个区域，应该看起来会很热闹。那除了桌上摆的这些食物啊，其他东西全部都是 DIY 自己做来的、因为我现在只能靠 DIY 了。再来是居民区啦，首先是火鸟这边呢，我给它种了一些竹子哦，然后再用这些竹篱笆把它围起来，让它看起来又更有老奶奶的感觉了，有没有？加上这个灯哦，这里就是一些比较日式感，然后复古感。再来是阿姨家，这里就是多了一些运动用品哦，一些运动的器材，我就把它放在这里。那这棵树呢，之后我应该会移掉吧。再来是阿盼家，前面没有什么变化哦，可是呢，这个给阿盼的游乐区呢，变得很热闹哦，有很多玩具，然后呢，这个圣诞雪橇啊，然后这些礼物啊，桌游啊，然后再加上这些彩色积木套组哦，摆摆呢看起来就变得非常热闹。这是阿盼的游戏区。那再来七七这里呢，我也是给他用了看起来好像是在卖吃的一个地方哦。这算什么店呢？这里有咖啡，然后这里有蛋糕，有披萨，应该有这种店吧，应该有吧，古拉爵之类的、七七大概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个生意哦，在我们岛上。那小桃呢，因为比较少女的家具我拿到的不多，很少很少，所以她这边不太有适合她的东西可以放哦，所以他现在这边还蛮空的，还蛮空的。
等之后呢，有一些比较少女类型的家具的话，什么可爱家具之类的，就会拿来这边布置哦。再来是赖恩瑞的家，你看他养了狗狗，帮他盖了一个狗屋了。然后赖恩瑞如果坐在这里的话，就是老人与狗了，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，看起来就是有钱人家住的。那这边我有帮他种一些花，还没长出来。这边还有电风扇呢，有没有？赖恩瑞因为看起来是大老板，有没有？他这边还准备了一个电话，随时可以接电话。然后只有赖恩瑞有，就是我帮他做了一个花园，后花园后院，在这里。对，因为他是有钱人，所以他有后院了，其他人都没有。对，其他人共用这个洗衣厂。再来就是因为有拿到一些海滩的家具哦，所以呢，我把它放在这个裁缝姐妹她的店旁边。这边之后就规划成一个冲浪区吧。其实我也准备礼物给我，荧光棒耶、yeah ！好哦，那我们就先把它拿起来吧。不过呢，我其实蛮想知道我这样布置完之后有几颗星哦。但是呢，今天西施会整天都会在外面，所以呢没有办法呢跟他问说，我的岛现在有几颗星哦，是比较可惜的，就只能等明天呢、1月1号的时候。所以在倒数之前呢，我能做的就是继续的送礼物，给我家具。梨子哦，梨子礼盒，对吧？对吧？最好是红色的哦，最好是红色的哦。好，你们看，我帮七七买的这一套衣服是不是很适合他？还有粉红色围巾哦。乌兹别克服啊！别再送我衣服了啦，难过。虽然他们送衣服的几率是比较高，没错啦。阿姨，今天居然没有人在做 DIY， 所以跨年的时候大家不做 DIY 的就是了。哎，这边有礼物，李总。语音吗？怎么好像也不太对啊？还这个颜色，虽然蛮可爱的，可是不对啊，阿姨。小桃，小桃，你看我帮小桃买的这个蛋糕裙也很棒吧？虽然又有保护色，来送给你。不要再送我蕾丝的什么东西哦，给我家具哦，就是缝纫机哦，太好了，是家具，这刚好可以放在那个服饰店前面，对不对？哦，明天是阿盼的生日，对耶，开心，可以准备帮阿盼过生日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面对着河在发呆哦，梨子哦，医生袍好像很适合送给赖恩瑞穿哦。我这样好像没穿裤子，这件不错，我要留下来。阿盼。我给阿盼买的这一件也很好看，对吧？音乐节衣服哦。阿盼，你的礼物比较特别哦，南瓜哦。那一包里面是有六颗南瓜，他居然回送这个而已。难过了。
你们都是一些不是很重要的衣服，装饰在这里。英雄装，我来了！哇，有国王衣耶，这一定要买一下啊！哦，那么贵啊！不愧是国王衣啊！我们顺便来看一下有什么适合跨年穿的衣服啊。欸，怎么都卖一些潮牌会卖的衣服啊？这些 T 恤是怎么一回事？哎呀，有卖这个圆人帽，这个好可爱哦。这个可以买给阿盼，对不对？来买下来，这一顶预留送给阿盼。耶，就这一套了。刚才说想要换一套适合跨年的，结果我把那个跨年的帽子给拔下来了，换成这个，然后这个也很可爱啊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把时间直接调到晚上的11:55，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我的主账号呢会在限时时间中跟大家一起跨年。那这个账号，因为我没办法一次玩两个账号，所以呢，这个账号呢，我会先调时间，先跨一次年哦。来了！哇，还剩3分多钟，赶快趁着时间去跟大家讲一下话。哎，阿姨不在啊，阿姨归在家里啊。出来的都是粉红色的，来。最后一天了呢，阿盼、小桃、我鸟，还有3分钟，赶快去跟在房里的那两位居民讲一下话。应该是赖恩瑞跟阿姨没出来吧？阿姨为什么不出来呢？不是户外派的吗？你穿的那么正式，居然不出来？哎，你不出来一起倒数，可恶！哎，莱恩瑞，哇，你也穿得很正式啊，让我们两个人一起见证，很不行哦，不行哦，我要去外面跟大家一起见证哦，谁叫你不出来？还想拉我在房间里？那2020年呢，就快要结束啦，真的是发生了很多事情的一年哦。阿盼刚才闭眼睛了。那我有很多话想跟大家讲，但是呢，应该不会在这影片了。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跨年的时候主账号的直播，应该会有很多话想跟大家讲的。总之呢，就是感谢大家啦，这个频道在这一年有大家的陪伴哦，真的是非常的开心，也非常的感恩。哇，他现在视角是强制固定哦。哎，我的荧光棒，差点忘记拿。哦，大家就定位，小桃你在哪？赶快，你要站这一格对不对？哦，你要站那一格，好，那我就站这一格了。好。哦，这倒数怎么搞得那么紧张啊？总之呢，这个频道非常感谢大家在2020年这样一路的支持。哦哦，哎哎，我跟不上。哎，哇哇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新年快乐！哇，大家都新年快乐啦！2021，虽然呢，我这影片呢，就是录影，然后到发片中间都还有一些编辑啊，就是不是赶上就是现实的时间了，就比较慢一点点。但是呢，
还是很开心可以跟大家用这样的方式一起跨年哦。虽然这部片上的时候大家应该已经跨完年，不知道跨多久了。那这个系列呢，我会再努力更新啦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还是一样要把这个贪婪之岛，对吼，有拉炮，我也要拿出来来喷离克好了。西施会也喷一下。等一下，不小心讲到话。新年快乐 ，Happy New Year！ 难得离克可以出来哦。那我也会努力把这个岛呢用到三星哦。我已经布置成这样子了，应该可以很多星吧，至少2.5颗星应该总算是有了吧。说不定呢下一集我再去跟西施会讲话， KK 就来了、哦、说不定哦。好，这时候再来跟大家讲话，看他们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台词哦。哈哈，今天目标是什么？努力睡觉，努力玩耍，努力吃饱饱。那你要听我新的目标吗？我希望呢这个频道能越来越多人看。这是我今年的新目标。那小桃，新年快乐，今年要继续当好朋友。这很难说，说不定你可能隔天就会说想要走了。新年快乐，今年过得很充实哦。希望这一年大家都可以过得很充实哦。火鸟，新年快乐。哇，新的一年第一天火鸟就那么热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也要去跟有大蓝闪，赶快抓一下。怎么那么难抓？耶、我们也来跟阿一和赖恩瑞讲个话吧。来，也要请你多关照啦，他在哼歌哎，好可爱，赖恩瑞啊，一起去外面看烟火嘛？还是哦？因为你在这边算是一个高楼大厦的感觉，所以你觉得站高高的比较好看烟火，是不是？突破名为理性的束缚，赤裸裸的展现毫无遮掩的赖恩瑞，赶快离开他。好的，那我今天的实况呢，就在这个烟火秀当中来做一个 ending 啦，感谢大家收看。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